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王运进。翻开历史上的今天是8月13号，在8月13号，在慈济的医疗置业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令人纪念的日子，那个就是我们在嘉义大林慈济医院正式的企业营运。其实回想到大林的这样子一路走过来，不管是看到当地贫困的一个乡亲，或者是也因为路途的遥远，所以他们不管是要北上或者是南下，整个就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相当的艰辛。所以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大林的镇长，或者是当地的民意的代表，以及当地的乡亲，都纷纷的向上人、向慈济表达期待，能够在那个地方有一所爱的医疗院所。但是呢，在那个时候考量到不管是土地的取得，还有包括各方面以及医护人员的招募等等的问题，其实也让大家进入了一个非常深度而且审慎的评估思考。但是在基于尊重生命、肯定人性的一个角度，多么期待能够在那个地方也有一座爱的医院。所以在那个时候，上人也提起勇气，呼吁大家要能够共同来响应，能够在大林这个地方打造一所爱的医疗院所。不管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以及乡间的民众，大家也都非常的支持跟认同。所以在大家核心努力的协力之下呢，终于完成了大林慈济医院的企业。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画面来看看过去12多年来大林慈济医院一路走过来的艰辛。早上8点多，来自云嘉南的民众涌入大林慈院看诊。这栋13楼高的建筑物，在11年前是一大片甘蔗田。这个地方附近没有医院，所以有时候有好几道的故事呢，就是他们去看亲人住院啊，心急如焚啊，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那就往生了。亲人没有看到，结果往生了。这样的遗憾一直在云嘉地区发生，乡亲们向正言上人请命，心疼众生受苦的正言上人决定在大林建改医院。光是土地取得就历经300余次的变更会议，在乡民及慈济人的努力下，医院土地终于尘埃落定。这期间为了募集经验资金，全球慈济人以一包水泥、一份爱、一顿钢筋、一世情为号召，开启人心扇门，共同为筹建基金而奔走。终于在民国85年10月13日，大林慈济医院在众人所期盼下动土兴建。占地18公顷的院区，在慈济人的号召下，社区志工纷纷加入整地植树的行列，让这一片荒芜的甘蔗园在不到4年的时间，从地上涌出宏伟庄严的建筑。1989年8月13日，这所汇集全球人爱心的医院正式启用。大林医院所有的同仁与志工们共同肩负起守护云嘉乡亲生命的重责。我们刚刚看到整个大林慈济医院企业，以及从一路不管是从整地，还有包括各方面医护人员招募的过程，点点滴滴一路走来，真的是相当的令人感动。其实大林真是一大片的功德林，而且在那个时候多么期待能够在那个地方树立起大林大爱大家庭。其实医护跟社区本来就是一家，而且呢，我们最重要的医疗院所，它的神圣的使命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而且在那个时候，不管是现在的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院长，特别也从美国赶回来，来帮上人、帮慈济整个大林慈济医院从无
道友一路走过来，终于在那个地方也树立起了医疗人文的风范。经历过了林执行长，还有包括检副院长，一直到检院长，甚至到现在的赖宁生院长等等，大家这一份爱的传承的交接，不仅是只是医疗的这样子的棒子的交接，更重要的还是一份使命的承担的交接。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医护团队和和互协，大家共同把大宁凝造成一个爱的温馨的大家庭，所以上人在今天早上志工早会特别回顾起过去在这一段大宁企业的过程当中点点滴滴一路走来的这一份爱的温馨。接下来就让我们请透过画面来聆听上人的开始。今天是八月什么时候啊？13啊，八月13号这一天啊，是我们大宁正式企业的这一天。哎呀，热闹啊，而且呢舞龙舞狮啊，好热闹哦。看看大宁是一个乡下的小镇啊，所以叫做餐厅大美营哦。虽然呢、在这样的小乡下，想当初啊，我们接到了大宁镇长还有嘉义的议长哦、县长啊等等呢、那个时候呢一而再啊来到花莲啊、希望啊就如我们在花莲的医院的规模能建在大宁啊、我实在是很为难哦。那个时候啊，我们哪有这么大的能力呀、可是呢，一而再的接到当地的所长啊，来期待、来恳请，还有那个时候的卫生署长张博雅女士啊。他来了，他也这么说，人家林地区的确呢这医疗非常的缺乏，他把人口床数啊都算出来给我们听、的确还有那个时候的议长啊又专程来到花莲，他说他有一句话真正的打动了我的心，他说啊，当地的人有病啊真可怜啊，不是往南送便是要往北送，大部分啊都是往北送的多，跑在高速公路上啊，有的人呐、要探望他的亲朋好友，亲朋好友在北部、南部啊，他们呢要奔波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半路呢就碰到车祸啊。他举出了几个案例出来啊，听听呐、真的。也都是很不忍心，不就是如当初花莲呐、就是因为医疗缺乏，所以我们慈济人呐、大家呢点点滴滴用心用爱，这样把它建设起来吗？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案例，还有当地真的很需要，只好呢硬着头皮接下来啦规划，同时呢非常的感恩呐、慈济人呐、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一启动呢人人呐、要付出啦他们的所有的力量而付出，这种的动员
这种的真心实力，人人啊毫无保留的付出啊，点滴累积啊，的确那一段时间走过来呢，啊，的确再回忆一下哈，也感觉到说这样的恩德啊，我要如何来报呢？我们刚刚听到上人开示，回想起过去那一段在寻找土地，而且呢，不管是中央地方各方面的政府代表的那一份对慈济的期待，而且更重要的是非常感恩全球慈济人在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用心的义卖，用心的募款，甚至于是一包水泥、一份爱、一顿钢筋、一事情，在那个时候大家风起云涌，多么期待能够把这份的爱心就奉献在大连这块土地上。不仅如此，在大连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老伯伯，那就是邹青山老伯伯，他从一刚开始知道说上人在这个地方多么期待能够有一个爱的医疗院所，所以他也很努力的提供了土地，不仅提供土地，他还自己每天在凌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把一大堆的青草在那个地方煮青草茶给工地的菩萨，整个医院盖好了以后他还是一样青草茶给所有的医护同仁，还有我们所有的来探病的乡亲，那个就是我们的青草伯，那就是邹青山老伯伯。所以当看到这样子的菩萨身影的时候，上人在今天早上志工的早会也特别感恩类似像青草伯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志工菩萨，大家共同跟医护团队用爱用生命守护我们的大林慈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聆听上人的开示。又想到了那个时候，不是说我们盖院就能盖就盖呀，不是说大家呢用心用力呢劝募啊出钱出力呀，等等，不只是有钱就能做，还要有土地呀，当地呢我们选择的在这样的小乡下，这个地区整片都是甘蔗园啊，台塘的土地啊，所以将近18甲多啊，我就说那有20甲啦，那也有这个阿静他的公公啊，现在还在大林呢，天天都在烧茶青草茶哈，供应给人喝的哈，这老居士呢，他那样的就是这样愿意呢付出，他家有土地，那就是在这一块土地的旁边呢，他说无问题，师傅呐，爱20甲呢，带藤18甲我，我有1甲桶，那夹起来呢，就是20甲哈，就是因缘那么的凑巧啦。我以为说哈，啊，你18甲我无够啦，以为就这样的就可以说那轻松一点，没想到呢，又有把它因缘呢凑成的。一位居士，他捐出了这一块土地啊，还有差一点点呢，他旁边又买了几分呐、啊，那凑成了20甲哦。他自己呢，天天都在那里呢烧开水啊，或者是青草茶，这种的付出无所求啊，而且尽心尽力付出。很多人不认识他，其实呢，他是成就这一块土地啊，拼凑起来20甲，完成了这样的因缘呐、啊，他能还是呢放下身段，缩小自己，没有人呢能想起了他，一直呢到了1996年的10月13号，我们呢动土了。
在这一大片的甘蔗园里啊，动土啦。那一天动土啊，人可多哦，真的也很感恩。一大群的建职委员哦，就如李爷爷啊，李宗吉，他不是建筑专家，可是呢，他不管在哪一个工程，他盖到了多少楼层，他都是呢。虽然呢行动不是很方便，他曾经有过小中风，那就是因为他小中风的那一年来见师父哈，就这样的因缘呢，就这样一直一直呢联系下来，所有的建筑他呢都是陪伴到底哈，所以啊，他想到了那个时候这一群的企业家呢，还有建筑委员呐，每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他们都要跑好几趟哦，从往下挖，一直到呢往上冒啊，那么工程啊，总是呢一摞摞的，他们都是这样的趴盘哦，拿到了这种的。工地区很用心啊，他们启用之前看到了智公菩萨，中部的智公菩萨，北部的智公菩萨，南部的，哇，通通呢南北中啊一起呢集中来在这里，不管是慈诚菩萨、委员菩萨，供起来哈，大拿我要进贡了哈，得到了全省的慈济人这样的。这样的用心用爱付出流汗等等呢，大家都很愿意啊，所以说欢喜的开头啦，就是成功呀，一般以上啊，人人都很开心，当地人也这样子哦，真的回忆起来很丰富啦。回忆起过去这一段打造大林慈济医院的点点滴滴，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怀在心头。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了医疗团队真正的把这个地方当成是用生命投入的大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医疗的传承是一棒接着一棒，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付出的这份医疗的功能来抢救生命之外，还能够把医疗的人文良能能够实践在大林慈院。所以上人在早上开示的时候也特别感恩所有的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师们，还有智公菩萨共同用爱守护大林大爱大家庭。记得呢，第一天的义诊啊，一个很震撼人的个案。那一天呢、啊，就开始义诊，急诊也开了，急诊送来了一个呢老婆婆。这位老婆婆呢，阿嬷哦，那送到的时候会卡滚哦，暖干的鼻涕哦，而且呢。已经长吃了生糖哦，而且呢看到了医师呢一杯一杯夹哦，用那个熬啊小杯子啊，一条条虫啊把它夹起来，哇，这是哦这个急诊的第一天的送来的哦第一个个案，很震撼啊。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好在哦，虽然呐、啊，这么多年呐、啊，为了要取得那一块土地，真的很辛苦啊，走了很长很久的路哈、哦，好不容易呢，这一块土地取得了，那么也是很辛苦，从地貌上来的大工程啊，哦，完成了以后，看到了急诊送来的这样的个案，证明呢，这个地方真的很需要，所以啊，就比较安慰了哈、哦、啊，
就这样开始了等等许许多多感人感人的故事呢，抢救生命、守护生命的磐石，这样奠基起来，真的很感恩。经过了林院长、简院长，现在的赖院长哦，那看到他们都是呢以人文呐、来耕耘医疗，医疗人文呢就这样树立起来了哦。看担子就是这样接啦哦，那这个大金价是不值啊，当安尼打落去哦。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赖院长他接起来，接起来了以后呢，他开始呢身体力行，哇，看到了他们呢也是一样，到了这个居家关怀啊，清扫啊，哇，也都是一样呢。这就是慈济人文，放下身段，缩小自己，融入了穷人的家庭里去，不怕脏，也不怕破烂。他们呢，都是这样的，就这样的一直延续下来，赖院长呢，刚接也同样的，也是这样的，带着副院长啊、各科室的主管呐、我们前院的同仁呐、同样去做打扫啊，去做居家关怀啊等等啊，这叫做慈济人文呐、也是敬师法脉呀、就这样的传承下去。慈济宗门呐、四大志业的典范，医疗也是这样的传承下去。你叫我拿什么来回报啊？没有办法哦，只有赞叹呐、我有什么好回报的呢？一无所有啊。不过呢，是用真诚的心，真正的这一生啊，报不完，来生还是报不完呐、总而言之呢，生生世世跟着这一大群的弟子啊，我们一定呢都是共同发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发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为的就是要能够守护全天下受苦受难的苍生。当我们看到，不管是最近看到了菲律宾的大水，以及在伊朗北部发生的地震，往生的人数一直不断的向上攀升，甚至于在台湾，在太平洋这个地方也即将有个低气压的形成。换句话说，天下的四大不调真的是相当的令人担心，也唯有虔诚的一念心，人人用爱用心来奉献付出，守护天下，守护所有的地球，这才是真正的地球永续之道。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明天见。